这眼镜也忒污，还不如不戴呢。气动钉枪的打钉力量来源于空压机产生的压缩空气，一旦气钉枪使用的方法不正确，有可能造成气压过大，引起眼压过大，会对眼睛、视力甚至视网膜等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。所以气钉枪在使用时一定要正确地按照操作步骤来进行操作，操作时要佩戴好护目镜和耳罩以确保安全。操作压力一定不能超过规定的范围之内，尤其不能将气钉枪的枪口对准自己或者他人，以免造成伤害。